是桃红，川剧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来表达我对川剧的热爱。中国有川剧，我来了。前把我寻教，又命我宣父赔罪走一遭，记得临行上落脚爹爹路听一听评委老师的意见。欧阳老师，这是川剧的大幕戏玉和桥中间的一段沙桥，他演的是柯宝珠。我不知道这个在座的几位老师，就咱们导师还有咱们的陈老师菊芳，你们演过玉和桥没有？我没演过。那蒋老师、孙老师、陈老师都演过。演过噶，都演过噶。嗨呀，我也演过的嘛。哦，这个这样的，我演的时间可能比你们早一点，但是呢，我演不了柯宝珠，也演不了柯宝珠那个爱的那个人，对，我演的是他爱的那个人的书童。对，这关系复杂到我都晕了。对，就是演的是那个通讯员，那个小厮，就是那个男主角的小厮，简单来说就这个意思。哦，您刚刚你们几位啊，在台上就说呀，你演过呀，你演过，我也演过。哎，这边就有点忐忑了，这么多老师都演过。永波演过是吧？我这个这么说吧，就是特别特别的遗憾，就是没有给你穿过书童。但是我跟你老师，跟小挺老师穿过书童，他演过，对啊，而且我演了很多场。这样吧，那个既然这个咱们的这个孙永波老师演过，咱们能不能你勾起一下我的那种童年的回忆好不好？那个片段式的回忆，你给咱们展现唱两句好不好？啊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啊，欢迎欢迎欢迎啊！你面对你的表妹，你看多好。那个第一场有一个我们那个昆腔，我表妹多美貌，眉清目秀，柳条腰，俊俏好意思，月宫仙女寥寥停停不下云霄。好，也谢谢我们的一号选手，我们先下台稍作休息，等待一会儿的答案揭晓，好不好？